哎，这个还没有封锁是吗？这个覆盖，哦，这个需要封锁是吧？哦，这样的话就完全封锁了，对吧？哎，不对吧？这样都打开了呀，这样就，这啊，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再往前走对吧？往前哦，往前，前面的话是过得去的对吧？前面过不去啊，这边是一条，这边没有路了呀，过不去的呀。这要怎么过去的？哦，我知道怎么过去的。哦，就从这个门这边过去对吧？我懂了，我懂了，这个门哦，这个门过去，不懂了，我懂了。好，把这门锁上。啊！好吓我一跳！激活里卡多的覆盖命令什么意思啊？这里吗？先把东西拿下，全是废料。这边的话是空的。像我们干嘛呢？功能分享功能没有啊？有个密码什么意思啊？错误参数功能是个空白的，看一下。他这边有一个那个，哇！就在我头顶乱窜，疯狂这边乱跑。一个是分享，哦，密码是7789。哇，他就走了。7789密码是7789。哦，啊，就没东西吗？就一个音频是吗？就一个音频，并不需要听，听着吧，还行。I'm looking for crew logs that passed through Sevastopol a while ago. I know you're concerned. 现在是让我们去哪里？去这个电脑这边，这边。复写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对吧？但这边的话，连个存档地方都没有。哦，这个哦，原来需要哦，我懂这个电击棒，原来需要换电池。我懂了，需要换电池。我说刚才怎么电那个机器人电不死，需要换电池。我知道了。这边是让我们通过这个电脑去复写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并不知道具体是要干嘛。所以说就，哦，可以，就这样吗？好，就可以了。哦，这样安全了，这样的话就应该都封锁住了，门也封锁住，这个的。就那个管道应该也封锁住了，所以说这边的话应该是安全的吧，应该是这样吧。保险起见，我们还是把这个枪装备上，好吧。这边是个机器人，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应该是很友善的一个机器人。然后我们现在目标是要去，我操，这要去哪里啊？这条路不对吧？哦，这条路没有错。先把东西拿下，可能有什么？哦，看燃料，这不是吗？哎，燃料拿上，然后把这个箱子都搜一下。哎，燃料，你看又是燃料，哎，舒服。这边是 ID 卡，这边是一个什么也不是，这边是地图，对吧？燃料的话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再往前，这个机器人的话，你只要不进入那个限制区域的话，它是不会攻击你的。空的，好。那边是什么呀？
废掉，好，废掉。有没有存档地方？这边的话是没有存档地方，所以说先走吧。哇，好远的路啊！这边是要去那个，哦，就那个空间站那个空那个叫什么？叫那个舰船室，就那个控制台嘛，就是叫存档。知道，嗯，啊，我操，那应该是异形，跑这么快的话应该是异形。先不要慌，不要慌，我操，他好像来了。我操！哎，你不杀那个机器人的吗？哦，机器人不好治嘛！哇，这个，哦，机器人不好治嘛！哇，这个机器人不好治是吗？你就不杀他是吗？太真实了。嗯，我们再看一下前面的话是要，哇，还要绕一下。哎呦，刚才应该从这边过去的，还要绕的。这样的话，现在也不晚，现在这么回去吧。异形居然不打机器人，真的好真实啊！他刚才不打，刚才看到应该是没有看到还是不打，可能是不打吧，他可能不打机器人。哦，这边门是锁的，那必须要往怎么走？必须要绕一圈，对吧？这游戏的话就是一直让我们绕圈，一直让我们绕圈。对，明明有门可以走，门就是开不了，哎，就是门就是不给你开，哎，没有问题，就是让我们绕圈，一直绕。一直绕圈，一直绕圈。他妈，这个机器人这个脚步声格外沉重，你知道吗？要挡我！哇！不打机器人他完全不打机器人，你看，他完全不打机器人。哎呦，可能机器人那个肉不好吃吧。这样的话就有点麻烦了，这样的话就有点麻烦了。哇，还要开密码，那需要等一下，那需要等那个他走远我们再开。就那个远处那个点，那就是那个异形，就那个小点。我操，他怎么过来了？啊，他跑了，他要钻隧道去了是吧？他应该走了。哎，不对吧？哇，他在这个门后面。哇，他上去了。哇，他怎么？有几个异形啊？我操，摁错了，不好意思。哎，燃料！哎，燃料！哇，100燃料，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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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付了。
这下就富了，兄弟，这下一百人料想干嘛就干嘛。我们先藏一下，刚才那个开了一枪，可能疫情会过来，我们先躲一下。躲一下的话，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探测器。哎，没有。一百燃料哇，好富啊！这下一下就富了，一百燃料真的是太富了。我们先那个，可以了。哇，又要破解。好，好，我操！感谢小苏老板的荧光棒。哪里啊？哇，吓我一跳，兄弟！哇，感谢小苏老板的办卡，谢谢老板，谢谢老板。真的一天一张吗？老板这么大方。他在哪里啊？哎，我们先躲一下，我们先躲一下，逃出服务中心。先躲一下，不急不急。我操，还要我他妈躲一下，不然的话真的就没了。这也太哎，是的，今天有喷火枪了，强的一匹。这把枪的话，哇，他不走了吗，老哥？你不走了吗？好啊，还在脸上。逃出服务中心，好，应该可以了，现在可以走了。哇，真的是太真实了，快走！路在哪里啊？路在哪里啊，兄弟？哇，这要怎么走？那只能跑了呀，跑吗？那就。哦，这边毒气，这边毒气不能过，这边毒气。哎呦，毒气这要怎么走？往下走还只能。我们先把那个鞋打了，哎呦，毒气这边有毒气，那只能这么走，然后往下这么绕一下，存个档还能，然后再往这边，哇，这要绕180个路圈啊，或者这么走可以走吧？哦，这边，哦，这边不对，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话是过不去的这边。那只能绕圈了，没什么办法，绕吧，来绕嘛。好，直接走。哦，哎，这怎么过去啊？这你看，这边是完全过不去的呀。现在让我们去这个大厅，但大厅的话是要怎么过去啊？哎呦，这我们是怎么来的？我都就忘记。先存个档吧，先把档先存了，档先存了。哇，这边这么多箱子没有开，电池。好，哇，又个燃料，哇 ，nice。这边的话，把门打开。快走，他在后面。哎，存档的地方不是在这儿吗？哦，在这里，存个档，把档先存了。哎，地图，蓝图什么意思啊？新的一个装备是吗？看一下，我们先在这里的话，可能这边是有路的，我们现在要回到这个主大厅，主大厅的话，地图上是没有显示任何路可以回去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找一些管道钻过去，或者是，就我们是怎么来的呀？怎么来的来着？想想，这是什么？我是怎么来的呀？这边是完全过不去的，可以排除掉。这边的话是没有路的啊，感谢虚荣心的礼物。这边的话是过不去的，所以说可以考虑是这边有条路，对吧？这边有条路，所以说我们先到这边来看一下吧。先到这边，好，就先这么决定了。这边的路的话是要往下走。好的，我知道了。嗯，啊，是往，哦，没有问题。没人，没人，安全。看看地图，可能是要双子实验室，这是哪里啊？哎，这有个箱子，哦，一个机器人，没关系。这边这个机器人应该是安全的，才对。这什么意思？哎呦，什么什么？哎呦呦！你不是瞎子吗？现在才开枪、啊？这游戏其实挺恐怖的，这游戏有的时候挺恐怖的，有的时候就比较很迷。就他妈你哎从啊啊！哎呦！哎，好不容易来这又白走了。哎呦，路是没有错的，对吧？因为那个地方有人的话，所以说路是没有错的，对吧？我们现在只需要……哎，我忘记开枪会招待异形了，忘记这个事情了，完全忘记了。当时我想就是怎么过去，完全忘记开枪会那个招待异形，完全忘记这个茬了。好，安全，东西拿下。看一下这个地图，哎，走反了，对吧？起码现在我们知道那个路是没有错的方向。方向是没有错的。我们还是不要跑了，跑的话也会招来异形，异形听到这个脚步声的话会过来的，所以说我们还是稳妥一点，不要跑了。刚才我们是上楼，对吧？我们现在还是要，哎，不对，刚才是直走的，看一下地图啊。对，刚才是直走，我们现在还要需要直走。Ripley, it's still on your tail. Where should I go? Take the elevator to Gemini Labs. If it follows, we can still trap it. 就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个异形引到那个双子实验室，然后我们有那个，我们有个陷阱等着他，就是我们的人做个陷阱。就现在我们就要把那个异形引到那个双。对吧？双子座外星，哦，那个是什么地方？哎，对吧？我们现在只需要把它引过去就可以了。这个任务真的是很艰巨。好，这两个人的话是这个敌人，我已经知道了，这回你完全知道他们是敌人了。不要紧，开枪的话会引来那个异形，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对吧？尽量能不开枪就不要开枪，对吧？对吧？能不开枪的话，我们就尽量不要开枪；能不打的话，我们就尽量不要打。这是我们的那个宗旨。而且现在的话，我们只要过去。哇，这一他妈已经。那我走了，老哥，我走了。我走了，不行吗？哎呦，异形又被他招过来了呀！这样他开枪了，他一开枪的话，异形就会过去。
哦，他一开枪的话，异形就会过来，怎么办？只能等异形先来，然后把他击退。我操，你他妈得寸进尺是不是？啊，老哥，得寸进尺，忍你很久了。哎呦！哦，赶紧把子弹捡了，赶紧走，该走，还有个人。我操，这个人必须用手枪，太远了。哇，这个是什么枪啊，老哥？你这个枪感觉？可以给我用用吗？霹雳枪，我也可以用吗？我们先打个血。我操！我操！还有人！我们先打个血。在哪里啊？这怎么不？我不是开火了吗？他直接就冲过来了！哎呦，又白去，刚才那趟又白搞了。那这次我们就想一个那个。对吧，比较靠谱的一点办法，我们先对吧，我们 有这么多投掷物对吧，可以去安排一个什么闪光弹然后冲过去，不行，闪光弹的话也会招了一星，也不行。那烟雾弹的话，烟雾弹的话也可以，不行的话用招音器把他们引开，然后我们趁机逃跑也是可以的，对吧，都可以。这次的话我们就选一个不需要开枪就可以过去的办法，因为一开枪的话实在是对吧，都把他们招，都把那个异形招过来了，没什么办法，就不能开枪，一开枪的话真的是很难受。我先看一下地，走错路了。不能开枪真的是很难受。毒气，这边是毒气，不能过去。对吧，主要是不能开枪，一开枪的话就出事情，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们一共是三个人，我以为他们是两个人，他们三个人的话我们就开枪硬拼的话是很费子弹的嘛，就不要跟他们硬拼了，想办法智取。对吧，把他们打死的话就顶多就拿几把子弹，拿一些什么资源，对吧，不是那么的重要这些资源。所以说我们就考虑对吧溜过去，偷偷摸摸溜过去。Ricardo, how did you open it back up? I had to suppress the alert. It was the only way to get Ripley out. You let it out? We had it locked down, and you let it out? 没有人。好。It's still on your tail. 好，安全。Take the elevator to Gemini Labs. If it follows, we can still trap it there. Ripley, Ricardo.哇，他好像看到我了。我们现在有两种办法，一种是逮烟雾弹过去，但这种办法是很二的一个办法，我觉得是很二的一个办法，可以用电击棍安排一下，对吧，他要过来的话就用电击棍把他击倒。电击棍的话声音是很小的，所以说应该是不会招来异形的，我觉得应该是。他刚刚好像看到我了吧，看一下，他来了的话我们就用这个电击棍把他击倒。操，这什么东西啊，异形就在我他妈头顶。没有吧，两个人的话就是那个人附近的话是没有任何异形的。好，再看一眼两个人，距离太远看不到。哦，我想了个办法，可以用那个用闪光弹对吧，把异形给他招过去，让他异形去打他们。异形去打，干他们，
哇，我真是个天才！去咬他，去咬他！哎呦，哎呦，老哥没了吧？那边还有一个，后面，你后面，你后面，哎，对，你后面，对对对，你后面，哎，不还有一个人吗？他怎么？他说他在吃东西是吗？他在开始吃，已经开始进食了吗？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过去呢？哎，先藏一下，别急，先别急。哇，他走了！我真是个天才哇！这样的话，那两个人都应该死了，对吧？他们都死了。这个许哦，这不是箱子。嘿、哎，老哥死的好惨呀！哎呦，老哥，你怎么死的这么惨呀？看一下，哇，原来闪光弹可以这么用，刚真的是可以的，这个真的是可以的。这边的话没有什么东西吧？看有还有人吗？啊，都被杀了是吧？都被异形杀了是吧？不对，还有人，这么快的话肯定是异形。哎，过了是吗？哦，这里是吗？哦，电梯是吗？这是。哦，就去坐这个电梯去那个双子座那个地方。我们的那个队友，就是我们那个船员，是在那边做了个陷阱等他，就是让我们去把他引过来就可以了，对吧？本来是要那个让我们把他那个异形关在这里的，后来没有成功，就只能用这个那个计划 B，计划 B 就是让我们把他引过去。这边的话应该异形还没有来，或者已经，这是什么谁啊？两个人，我操，有点不妙，先躲一下。这游戏看应该还挺好玩的。哎呦，可以可以。He was one such man, one who had lost all, over and over, and to this he had lost his sanity.他的脑袋也不太正常了。Ending journey away from the phantoms of his past. He believed he could silence the cacophony in his mind and find peace beyond a place he called the plains of sun. 你的脚是折了吗？你的脚为什么要绑个这个东西？ The provisions and the fortitude. He only needed the fuel. And here there was but one place to go for fuel. Gaston.汽油镇，哇，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哇，哦，My apostles of Arthur, you've hunted well. It appears the fox who thought he'd plunder from Scabrous Scrotus.你还要反抗啊？
哇，这游戏好血腥啊！这游戏是不是太血腥了？Somebody tell me and answer if you can. I want someone to tell me what's the soul of a man. I'm going to ask a question. Answer if you can. Will anyone here tell me what is the soul of a man? For another brawl. This setback would not stop him. He would have his peace, even if it meant another war. And war was coming, because he had created a mortal enemy.哦，我们要操作了吗？哇，好快啊！好，我们开始操作了是吧？就是要，我需要水啊、哦，我们需要找水是吧？前面，我们现在需要找到水，但这个沙漠里面哦，前面应该有水是吧？这游戏的话名字叫那个疯狂的马克思，就英文名字叫那个 Bad Max， 就是一款2017年的游戏还是几年？应该是17年游戏。这款游戏的话是。早就想播了，本来想打算智囊播完以后再那个播这款游戏，但是想想对吧，智囊这游戏的话要播好久，就先把这个游戏先安排一下。疯狂的马克思这个、游戏叫。The dog has led me right. 好，我们现在把水喝了，然后要去哪里啊？只能跳吗？这肯定不能跳对吧？还原路走吧，原路返回吧。啊？狗怎么了？狗是不是出事情了？哎呦，可以空格是翻滚，好的，翻滚，寻找狗。这是这游戏的话是根据那个电影改编的。就是那个《疯狂的马克思》这部电影，这个系列的这个电影。Why shouldn't I? Because I know you. Yeah, I spied you in the long lookers. They left you for the blowflies, and they snatched your ride, and now you'll be looking to snatch it back. That's what the prophecy says. You're the driver. That's right. And Chumbucket is your man. Yeah, I'm your man. Yeah, yes, I am.Do you have a vehicle that can take you to your car? I do, Saint. That's right. She's not running now. Sorry for that. I came here for the part. You see, I'm a black finger. I can make it work again. And I think you do, too. It's going to need an overhaul. Don't go straight. No, I won't. I know you'll find me. 哦，那狗的脚受伤了，我们需要先把那个狗的脚治好。我们现在需要干嘛？新目标老鱼桶什么意思啊？和老哦和他对话。Dog's bleeding out. 狗在流血。But I do my best work in my sanctum. Push the car. I need wire to fix my buggy. Then I can show you where they took the black on black.Where do I find wire? Up that path! But before you go, grab some grit, Saint! You must be running on fumes! 感觉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啊。这可以吃。这是什么东西啊？可以吃。我操，这不是狗粮吗？这不是狗。啊？罐头食物。我现在血回满了，可以。哦，可以，现在可以学冲刺了，可以冲刺了现在。对啊，这游戏的话，画面还是很不错的。
画面感觉比智障还要好。这是一个尸体，可以搜刮。哦，子弹。我们先有子弹了是吧？怎么瞄准？哎，这游戏怎么瞄准啊？现在还不能让我们瞄准是吧？现在应该不能用这个枪。前面是哦，前面是，哦呦，瞄准开火等等，哦，瞄准开火，这瞄准的时候不能走是吧？哦，瞄准的时候它不能动的，必须要原地冲下站着瞄准，这么傻啊？这也太傻了呀，没东西这边。哦，那边我们要去那边，这好傻，这个角色就只能原地冲下站着瞄准。这也太傻了呀，两个人地面战斗，摁空格回避应该没问题吧，对吧？智囊都打得那么有，对吧？可圈可点。哦哦，这是格挡。哎呦，这个游戏，哎呦，这游戏可太简单了，哎，这游戏可太简单了，根本就可以无伤过，我感觉可以，感觉可以无伤过一样。还有人，对吧？根本不需要浪费子弹。对吧？你不要看这游戏现在，对不对？各种打架，其实这是一款赛车游戏。这其实是一款那个赛车游戏，暴力赛车游戏。好，我们找到这个，哎，这是什么？发光为什么的？零哦哦，两个残哦。那说明这边还有残料是吧？那说明这边区的话还有零件没有收集。那我们再去找一下零件，应该在前面吧？零件，这里面没有。哦，上面哦，这不是吗？这要怎么爬呢？有些人好像不会爬，还是去爬不上去啊？哪个键是爬呀、啊？刚才。上不去。那算了吧。好，我们现在应该回去了吧？那边走。哦，这个人没有，可以搜刮。一个残料，可以的。直接走吧。对吧？这游戏的话，画面还是不错的呀。画面听说是那个虚幻四引擎是吧？对吧？虚幻引擎做的游戏都比较写实，光线都比较好。什么呀？哎，上面是什么东西啊？哦，那是个老头。哦，那个老头是吧？我要怎么上去啊？哎，不是那个老，这谁啊？那刚那是？先不管，先回去吧，先回去。嗯，哇，他在干嘛？哦呦，好恶心。感觉这个人不是好人，应该，到时候应该要害我们，干嘛的？我们这个狗已经治好了是吧？需要跟他走是吗？Come, this way. 哦，这都可以开车了，这么快？哎呦，这都可以开了已经。那走吗？
看一下加速 ASD 没问题，就哇这个。Amen. May we arrive in time to save your black on black from slaughter. These barbarians love to chop.哦，这还可以攻击是吧？可以的，车上竟然还可以攻击，这样的话，那说明这游戏的话有这个驾驶战斗这个动动。哎哎哎，哇哇，这什么吗？这是？哦，这个 shift 不是加速 ，shift 是一个，我也没有搞懂。We can see the camp from up there without risk of detection.Over here! Huh? Over! Come look! You see, this is where the thick brow squat and cut. Butchers. Infidels. Yes, look. There. Scabrous Scrotus is their king. There. He's a big boss man from the gas town, you see. Scrotus always keeps the best parts for himself, you see. Yeah, but he's not here now, you see. I don't see the Land Rover. I'm getting my car back. Wait, please. An idea. It's better for you, and it's better for me. Just listen. Look, your black on black is toast. It's scrap. It's gone. She'll never be whole again. Huh? Now I can build you a car, bring into creation one that's faster and tougher than the black on black ever was. Yeah? How tough, how fast? Very. Faster than fear. Tougher than an iguana's gonads. This is some of fun, yeah.哇，这到底是什么翻译啊？那我们现在要去，这个任务完成了。任务更新，用双倍望远镜观察区域，按一双望远镜，哦，观察这个区域是吗？哦，这个物资是吗？让我们去，去这边拿这个物资是吧？应该是这个物资对吧？好，我知道了，应该没有任何东西吧，就是让我们去把这个物资用来坐车对吧。 Come Saint. Yes, I have much to show you. What is this place? You are in the outer graves. Over there is the greatWhite. An ancient seabed. I'm not sure. No, but we are at the bottom. It doesn't get any lower than this. Oh, this is our base, right? Oh, this must be our base. When you're ready, Saint, my holy hideout awaits. 什么意思啊？哦，任务哦，接任务是吗？可以跟他。那我们现在好像没什么干的呀，看看地图啊。地图是在怎么哪个键？暂停。传奇收藏品。介绍。都是0%啊。那应该就先做地图，好像不是。先做任务吧，好吧。来，开始任务。Come and see your saint. A dream, a hallucination become truth. The angel made steel. By the fire that moves the piston, by the tranny on all high, by the cam and the huge one, blessed be. There she lies, the magnum opus. There she is. This ain't her car. It's just a mess of parts. No.She's knowledge from the numinous, divinely inspired. She wills herself upon this world. Look! See, here, divine meets driveshaft in a symbiosis of faith. Potted and made to measure. You want some of that old-time religion, huh? I got a classic whammy turbo high dog, huh? Hell yeah! Bulletproof and torture-tested. Ecstatically upgraded with chum bucket overdrive. Coils, springs, shocks, and links, too. It's gotta be 8 cylinders, nothing less. Yes. We will get there. Yes. First, we
have to get her beautiful body. Show me where it is. Yes! Come, no time like the present. Come on, Saint! We must go! 这车能开吗？这车能开，哦呦，能动还这车还？不对，不对，这车这也太简陋了吧？这个也。我们现在要去拿零件是吧？零件是在哪里？地图要怎么打开 ？N 什么？不是 ，N 是北方的意思 ，North。哦，这是。还能换视角是吗？可以的。还能换第一视角，应该行。先走吧。哦，这不是这个 shift 是油门是吧？并不是那个加速，是油门。空格呢？空格是哦，空格什么也不是。哎呦，好难操作啊！这个车比那个车还要难操作。燃料低，哇！这怎么办？刚好够开过去是吧？他说。刚好够开过去，应该是两个地方。先去那个前面吧。哎，这边近，先去这边。Over there, fuel cans. 我们去把油罐拿上。Empty. 空的。那只能去前面呀，空的话先去前面。Whoever was here is long gone now, along with anything of use. 去前面，我们走。A big steel gift box. What prizes do you hold? 哎呦，燃料耗尽，刚刚好，刚刚好。She's out of gas. 哎呦，有人是吗？来嘛，几个人啊？一共才，来，啊，你小伙子，来，啊。哦呦，你们这么，哇，他们好菜，我突然有点不习惯。他们这个难度，我突然有点不习惯，可能是我智囊玩多了吧。玩了两天智囊，感觉这个难度有点不是很习惯。S， 把这个东西捡一下。哎，你这么穷啊？油桶有油吗？哦，有油应该是。我们先把油加满。点燃，放下，投掷，这要干嘛呀？哦，补充燃料。好，把油加满。好，完美。好，这样我们就油就满了，然后我们再把那个东西搜一下。这边的话是一个。哦，废料，这边是废料，哦，满了，没东西了，这边，这还有油桶啊，两个油桶，哦，这油罐是吗？这是油罐还是什么意思？可以放车上吗？放下进，啊？不能放车上吗？这个不能放车上吗？哦，储存。可以放。嗯，怎么了没有？小明又怎么了？小小啊，小小现在还直播吗？下午今天哦，今天星期五是吧？哎，他不上课的吗？小小不上课的吗？我哇，这要撞的是不是掉血？哇！哦，周五。哎，别！哇，这个车的血在哦那边显示。大门可以撞开吗？一次爆炸应该可以炸开。那我们要怎么把这个门炸开呢？ So let's make this one count. 可以通过引爆附近油桶。我操，那个油桶很贵的呀，兄弟。
这油桶很贵的好吗？引爆油桶，那只能浪费这个油桶的。CVZ 是吗？可以的 ，CVZ， 哇，终于学到我的 CVZ 了是吧？终于把我的 CVZ 学会了是吧？点燃，投掷，哦，放这，哦，巨型，可以。CVT， 哦，我还有 CVZ。我感觉也差不多了 ，CVZ。这想要去哪里啊？墓穴什么意思啊？他说的什么呀？这个人。哦哦。等这个火灭了吧，好。他 CVC 上次跟他打，他不是劣势开局，优势开局被我干了吗？就感觉没那么强。这个东西碰到就死是吧？碰到就应该死，碰到就没了。喂，哎，我操我操，怎么上树了？对吧？不要聊星际了，星际这游戏我已经不播了呀。哇，又来这个东西了，我操！直接过去，好。哇哇，等等，这个车好难控制啊！为什么这么难控制啊？哇，真的吓人！这个东西，哇哇，哦，哎，到了，终于到了，终于到了。需要进去看门是吧？我们现在就是要，我们现在干的就是要把那个收集一些零件，把我们这个车组装好，对吧？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车，它是一个，对吧？哎，让我看这个车干嘛？完全是个架子，连什么那个，对吧？前盖也没有，后面什么都没有，对吧？就是个架子。我们现在需要收集材料，把这个车组装好，就是我们现在要干的事情。我们想要上去的话，那只能绕，哎，这边可以上去吧？这个梯子需要放下来。游戏名字就是叫那个疯狂的马克思，英文名字叫 By Maxi， 就是一款很全面的游戏，对吧？有格斗元素，也有一个赛车元素，还有一个那个射击元素都有，非常全面的游戏，对吧？这游戏的话，我记得多少钱？69，不六十多块钱，反正没有，反正不到70块钱，我记得打折买的，我还是什么买的忘记了。应该不是打折买的吧？这游戏对吧？2年前的游戏了，60多很合理。哎，哦，滑索，我这不是古墓丽影吗？这不是，这要不知道还以为玩古墓丽影呢。Flashlight， 哎呦，有人是吧？好，我们先用手电筒了。手电筒的话N3开关，哦N3开关可以的，非常合理。前面那个红点是什么呀？那个红点是什么什么东西啊？我们需要去看一眼吗？这个红点可以上去吗？他这个游戏爬不了跳不了，只能滚，疯狂滚。有人，我操，果然有人。这边，哦，这边是水是吗？水的话把那个水桶灌满，我们现在水桶的话已经没有多少水了，灌满只能灌一半啊，也可以了，灌一半吧，你就先然后走吧，你就灌不满。啊，耶，
Yes! There you are, Saint! And you got the whole world up there in your hand! You got a choice to make! Which one shall be your... 废料的话应该可以拿去升级一些武器啊什么的，对吧？我感觉玩完智囊以后，这个游戏感觉难度好低啊！刚才跟那几个小怪打完圈，对不对？都还不到手。我们需要把这个打解开是吗？哎，解不了啊，操作不了啊。哦，这个搞错了，需要把这个选择车辆。我有这个车吗？哦，这两个车让我们选一个是吧？哦呦，就是两个车架子，让我们选一个车架子是吧？那肯定选第一个。对吧，第一个的话要帅点我感觉。哇，这么多人单挑什么，来嘛单挑啊。使用空格闪避什么，好的。哎呦，来。哎呦小伙子。哎呦小伙子，我不是说你这个有点强啊。啊，有点强。哎呦，强，还敢嚣张？下一个，我操，两个一起来了，来，